言归正传，言归正传，咱们好好聊会儿天，点点赞。咱们大家没事，大家可以点点赞啊。点赞了有什么好处呢？点赞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浪费你。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时间，跟我们多聊会儿天，怕你们无聊。对对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浪费时间。对，主要是人。最主要的还是能动，能运动啊。运动，对我们运动，你们也运动吗？一块运动吗？全民运动吗？对，手指运动也是运动，不能歧视。嗯，是不是？老姜必须是老姜了，人家多大了呀？人家30岁了还没对象啊。女朋友也没有，也不结婚呢，怎么做到30岁没事业没钱，身体还不好？你说你是怎么做到呢？你看他头秃的，你看看。好东西来，我这也受不了了。等会儿，干啥去？哎，他们不行，他们呢？范罗拉什么时候露脸呢？范罗拉不露脸，跳个舞，跳个舞你多点。我有拖鞋。说谁30呢？我30啊。谁没对象呢？我没对象。说一遍吧。我没对象。谁身体不好？我身体不好。我有褶，我满脸褶，我特别丑。给大家笑一个。家暴？什么是？没的。什么是家暴？这就叫家暴，是不是？那个录屏啊，给我告，给我告。我谁呀？小江的女朋友。感谢小江的女朋友送来的热气球，感谢。你这么说吧，你这样，等会儿你坐下，你先别激动，等会儿。咋了？不行了呀！大男人克制一下。我不是单身了，不是，我不是单身，我不是单身了。你说去呗，我不是单身。那你这不对呀？你这人家送的礼物，你说人怎么感谢？是我们这一家人，给我。我们一家人送人不用过来吧，就没事啊，媳妇儿来改口挺快呀、哦、改口费呢，给我费呢。你看你嫂子给你发个热气球，你不表示一下？我嫂子给你发热气球跟我有屁关系啊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你又不给我，你又不让我带上你热气球玩去。我请你吃干脆面。干脆面。看着啊，媳妇儿，看着。你改口也太过分了啊！你是入赘了吗？啥、啊？没看见啊？再来一个。那个说了，嫂子说了，不听。谢谢嫂子。那我拿我小号，我改个名儿。没有自来熟，我跟人，是吧？嗯。谢谢嫂子。改口费太敏感，真的。咱们3分钟，我跟大家打个赌，3分钟看大家能不能点到100万赞，100万赞呢？然后我教大家玩滑板，啊，可以，滑板少年，一看这是装扮就很帅，为什么帅呢？因为这是我的衣服。当然，这个衣服帅不帅不取决于他衣服本身，它取决于里子，你知道什么里子吗？里子，你别给我整那个话啊，听不懂，我说普通话，什么叫里子？你看，比如说这件衣服，它好看吗？这样，好看吗？这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我肩上披着，它的好看。嗯嗯，这你自己看，这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什么叫做里子？里子。哦，呀，要干嘛？哦，大概懂了。不是太小的就别穿了。这好看了吗？这好看是不是一下不一样了？气质马上升上。好不好看你自个儿没数吗？你管这叫好看。走个秀了，给大家走两步看看了，放音乐走两步，大家评判一下看好不好看，可以发到这个，可以录屏发到网上，让大家去评判一下姜继神穿版到底好不好看，好吧？好，维密秀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姜兆勋。我怎么想奔他呢？我想扇他。哎，我需要一个女士陪着我来。哪有女士？家里这么大，哪有女士？这我看不下去啊，哥哥。
哇，太帅了！好了，不等了。背上没衣服，被自己折服了。背上没衣服，有啊，这不是我刚走上瘾，不能调动，我这对什么都比较敏感，比较喜欢这玩意儿。小白可以穿女装吗？嗯，你给我寄一套吧。我没女装。哎，大家好。关美颜已经关了呀，就是 我什么叫美颜？关美颜能看吗？能，你们能看吗？感谢千纸鹤女儿送来的圆儿千纸鹤，谢感谢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、老朋友，不是老朋友，中朋友所能送的各种礼物啊，我们这里感谢各位女朋友送来的礼物。你真会说话，你可以劈叉，可以劈叉，可以。小意思吗？不是我，我给你劈一个，一会儿再劈。我看怎么回事。刚才我看见这个，就是大家优米们说，就是是不是他们就是说什么，咱们就应该做什么。那得看你说干啥，就是这也说了，反正肯定能做到的，能做到的尽量满足你，做不到的你不能，怎么能尽量满足？这都是不是陪伴，那得是能做，感谢，绝对能做到，放心，我刚才看见了，你看着了行，我看着了，绝对能做到，能做到可以做，来不来？来不来？来来来，叫爸爸，他说，啥玩意儿呢？我叫谁爸爸？你爱叫谁叫谁。4000多个人，一个一个叫啊？对呀、啊，不就叫一个就行。3999个，叫一个就行。一个是你媳妇。好，那不叫了，一会儿再叫。我看都有什么要求啊？做个肩翻。肩翻是什么呀？肩翻没问题。小白亲姜不行，这个是那个会提示，会提示那个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咱们换一个。对，打死小白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感谢原来是送来的千纸鹤，谢谢。看看还有什么要求，看看没有。这起痘儿很难受。小白劈叉，想看小白在天上飞，是谁说的呀？空中飞不简单吗？飞简单。来，大家飞一个啊！你糊弄人呢，那呀？他说不飞，他又没说飞几秒。你看我的。看这千纸鹤了吗？我给孟小广送来的千纸鹤，感谢。小孟送的。我让小白给大家表演飞一个啊，这样，像我一样，不是我是飞呀、啊、还是啥呀、啊？不是像我一样，我能叫你飞，我真会飞。来，向右转，哎，飞了吧？是不是这样飞？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看？是不是这个飞？是不是？一下完成了两个要求，一个是小白飞，第二个是小白升天。噔噔噔噔噔，飞完不就升天了吗？我给你劈个叉吧，劈个叉，就看我这腿法，劈呀劈呀，叉嘛不是，光踢两下有什么用啊？有点沉重，不能动了呀。等会儿啊，劈叉太简单了，好吧？我给你叫幺零的，后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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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行，后叉就行，快点。感谢电池家族送来的掌上明珠，谢。但是没下去，姜俩压一压是吧？不压，等会儿。跪那儿呢？算了，看他这么诚恳，就算了。小白磕头。高要猝不及防啊，大哥。啊？你不让我磕头吗？小白唱 rap， 就是 rap， 你想听哪一种？有暴力的，有不暴力的。其实我先不给你来了，我先让我徒弟给你展示一个，行吗？行吗？行，你就随便来一个，随便来一个就行了。随便来一个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太棒了，正唱的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日日皆辛苦。呜呼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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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是这个，这个不会吧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来个正经的唱，行不行？行。不，正经不了啊。我没女装，我有女装，我高低给你们穿一个。没有啊，我也谁买哪玩意儿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仨大老爷们儿的家去那能整女装去？真的看呀，穿给谁看呀？行不行啊，西狗 ？B box，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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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x，B。
这怎么叫刷碟是吗？来，我说 beatbox， 你跟我学吧。行，好，咱们先学四 beat， 什么玩意儿？是什么动作？等会儿，咱们先来个四 beat， 四 beat， 四 beat， 就是 four beat， 两个二 B 铅笔加一块儿，四 beat。啊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随便。啊。来啊，咱们先从最基础的音，四个音，不刺，怕刺。你先说，不刺怕刺，对，然后把那个韵放掉。感谢电池家族送来的好多花啊，好多好多花啊，好多电池家族。哎哎，要不要？行，哎，带了个男的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宋礼物，你看我教教这白痴啊。啥？给我教小白，小白。嗯嗯。感谢电池家族送，你不脏是？等会儿，砰砰砰！李华，四 beat， 四啊，两，然后再加一个，来再来一次啊，十六，来，干嘛？把舌头收了。不这这太难了，净整这事儿。这人家都会了。我有个绝活，弹舌啊，弹舌，来弹。哎呀，这谁亲我的？弹舌，你弹，我弹。什么东西？弹舌大家会吗？弹舌你会弹舌？会啊，来弹一个。哎呀，这点东西啊。嗯，结合一下 beatbox。 beatbox 跟弹舌结合啊，结合一下。天衣无缝，天衣无缝，这是骗白痴用的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。想想，我刚才看了一个弹幕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还有25万赞，就达到100万赞了，大家可以加速点一点。没有背带裤，主要是。你看没？没有背带裤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咖啡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感谢送的墨镜，阿里个诺，好厉害！你看，新疆红跑出来，这是跳个街舞，跳！来，你再说快点，他还能慢，还能慢，你就说干啥？我来给你重复，你就干，好吧？跳大雷！小白学驴叫，小白学驴叫，快点，快点，小白学驴叫，就学，快点！哦，没有，我没戴耳机。啊行，还有吧？还有，还有什么？打个 PK 不打啊？打不了，我跟别人说话害羞，我社恐，恩人，恩人，哎，怎么唱？吃小孩吗？不吃小孩，那玩意儿不好吃，咸。小心他们引导你把那咔咔。感谢姐姐送来的星星，星星，感谢。没电了，别划拉了，划拉就划拉，一划拉就卡。就这样，江哥，咋都是小学生？没有，就是年轻的血液比较多一点而已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不是小学生，你看那第三号，你看你净整这，老别老关注人家了。我给点个关注。这是把持不住，音乐点，你这音乐太柔是吧？要么看我们表演，要么我们出去给别人表演。下不下播就看你们喽。下不下播看你们了。还有一分钟，这一分钟到不了，还有20秒。加速啊！双臂点赞中。你留的爱正在看你，等待你眼睛。小白看起来好秃啊，不用看起来，他本来就秃。
你看我这发量是秃吗？从何开始呢？咱俩？你先教大家魔术吧，我活动一下。那先活动。那我先由小白教大家玩一个魔术，我先活动一下。表演一下啊！表演你新学的新技能，新技能啊，魔术，新技能，等一下，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聚会啊什么的都可以变啊，然后香烟，然后可以香烟魔术，但是我们就不展示香烟了，因为我们不抽烟，不让展示烟，主要是，所以然后我都来一个小木棍儿，好吧，给大家表演个小魔术，一个小木棍儿，看哈，很快，不要眨眼啊。就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在我手上消失，在我手上又回来。你也看好啊！买什么东西？认真学习，认真学习一下。到了我的小白魔术专场，好吧？嗯、我们的这个棍儿放到这个手上，戳进去，看到了吗？嗯，后面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慢慢往前戳，谢谢送的墨镜啊。然后慢慢往前戳到这里，然后打开手就没有了，然后从我嘴里勒出来，这么厉害，怎么弄的？没看明白，没看明白，再来一次。不是，我看明白了。你再来一次啊！手放到这个手上，打开，厉害呀！你拿这棍儿太小了。小吗？我再给你找个棍儿行不行？你啥棍儿都行，我这功夫只要在，拿啥棍儿都行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棍儿，sorry， 那这也可以是吧？这个试试吧。来，比我手大咋？没事，你就按刚才的。这是一个台球杆，这咋变呢？就像刚才那样变嘛，先抓着。来，我给你挡着来，不行，我给你挡着的。可是我正吃呢。哦，你正吃呢。我正，别动！哎，你看，让他吃我嘴里的都快。正吃呢，别动啊！嗯。哎呀妈！我哎呀，吃出来了，吃没了！吐出来，来吐出来，来开始吐，你吐，我给你配合，快点！我给你吐，快骗他点，快骗他点。我给你配合，你不是你我吐出来了，怎么吐成小的了？你我这孙悟空啊，我这是你都不懂什么叫金箍棒啊？你给我撂下吧，你整的难为我，变个魔术，叭叭叭叭，嫌你了，你会了啊？你教滑板去，你不是什么鬼都会吗？什么鬼？你去教滑板去，不跟他懒得跟你玩呢，好好教你个魔术，你就这么事儿的，打开，没有了，然后再出来。会了吗？我教完了，你教。那骗人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由姜教练为大家带来滑板大乱，滑板技巧大乱也行，行吗？行吧，行还是不行？行，你问我呢？行不行呢？你问我呢。咱们先打乱吧，是吧？嗯，都说大乱，那就大乱，大乱就大乱，那就给大家跳一个奥利。好。这个，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牌子的，不是牌子。介绍，不用介绍啊，拿着滑板，你帮我拿一下来。嗯，售货员，售货员好。啊，这个咱们有真正的铁粉，也以前我也教过，对吧？对，教给大家，可能大家就是，忘了。如果真的，不管你忘没忘，我再教一遍。哎，气死你！然后，这个，这是滑板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是滑板，是滑板。你扶着呀？扶着呢嘛。这是滑板，然后这是，这叫什么？你问我这叫什么？这就是，不笑啊，不笑。这儿就踩这儿，就踩这儿就行了，管它叫啥，就滑板。滑板就是滑板。我没说话。啊，拿着，这是脚，假装就是脚，踩到滑板的边上，后边，这是后面的滑板。要不咱算了吧？不行，我接着教，踩到后面，
看前面那个板桥美，板桥钉，这是桥，板桥钉，拿着来。然后前脚踩到板桥钉后边两三公分的位置，后脚这样踩到后面翘板的位置，然后后脚点板，什么叫点板？这是站位，漂亮，完美的站位。站位，然后下蹲重心，然后这儿点板的同时刷板，然后压落下来。讲的非常棒啊，非常棒，学习一下。嗯，这个姿态也非常，这个就可以录屏学习一下了。好，接下来由我江教练为大家展示一个大乱前奏奥利最基础的动作，就叫奥利。奥利，不是奥利给啊，奥利。奥利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们先上到板子上 ，Come on。然后接下来，我先跳一个微微小小的奥利，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我的力度，好吧？好的。点板刷板，点板刷板，哎哎，很棒，很巧妙。很小啊，很小，很小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，反正我没看着，很小，但是看不见无所谓，因为很小嘛。对啊。好，现在跳个大的。大的有多大？贼大，我就啪飞这么高，啪这么高，来，啪，三二一。喂，120吗？啊，对，是个傻子。啊，没多大事，没多大事。我怎么感谢送的保时捷，送的保时捷啊！赶紧用这保时捷拉走。感谢大哥送来的千纸鹤，感谢不是这个跑车，感谢。哎，你谁啊？我没说话。我说我不跳，非让我跳。我没说话。是不是你让我跳的？他说自己跳的。你这还挡着我，你挡着我点，这不丢人卖命吗？我第一时间挡着你的，你问人家，我第一时间我坐这儿了。我啪嚓摔地上，你才打。那我知道你啪嚓摔地上，我再打。那你刚才啪嚓摔地上之前，你啪嚓摔地上，我啪嚓我啪嚓呗。我说啥？就不能听你。无聊。我还是个小孩子，小孩子不要刷礼物喽。姜在旁边，他很壮，他很壮实，他没有任何事儿哈。对，我把地砸个坑。把地砸个坑，石坑蹬一下子，蹬一下子，嗯。为什么陨石能准确的落在陨石坑上？回答我，三二一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陨石能准确的落在陨石坑上？三二一。因为我问你了吗？我问你了吗？嗯，你再问一个来。为什么陨石能准确的落在陨石坑上？再问一个别的。感谢姐姐送来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，能不能问个别的？心随你动，感谢姐姐送来的心随你动，感谢。心随你动，唱太难听了，再唱一遍。心随你动，唱太难听了，再唱一遍。我就这样唱的。那咋唱的？心随你动。要有表情的自然语录，三二一走。我看你表情了。心随你动。看不下去了，出去。过分，你说下水道过分了。哟，有知识吧？这是纱窗擦屁股啊？怎么说？露一手了。小白都几岁没对象？你看我大还是他大？我几岁多？他几岁了？这无所谓。感情这事儿随缘嘛，你得找投缘的。你像这种投方方正正的，他是注定找不到对象。怎么呢？什么？跑酷呢？它是什么是跑酷？跑酷都是穿越障碍嘛。你看现在一个大空地也没有障碍，怎么表演跑酷？你说要表演个舞蹈嘛，还可以表演表演，是吧？对，表演个唱歌吧，也能表演表演；表演个乐器吧，也都可以。对，你要表演跑酷吧，那个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嗯，室外那种室外会现在也可以，你撑那儿，我跟你做个心跳、暖跳，我说都可以搞。你撑那儿，我也会跳。来，说搞就搞，好吧？来给大家表演个跑酷。来点 music。来吧，我现在是障碍物，我现在是个障碍物，我是个石头人，我是个石头人，植物人。大家还是一样，不要录屏哦，因为他们俩这个动作可能有点危险啊，大家尽量不要录屏学习。第一个动作，
金啊，星星闪，星星亮，两手撑住，然后在两手的中间腿过去，撑星星闪。啊，星星亮。第二个动作叫做速过，手撑住一边，脚侧骨过去，再来一遍。哎，速过，顾名思义，过得很快，叫做速过。我操！啊！啊！哎呀，又开始了！去！哎呀，慢点，注意安全啊！人也不要了，去那么打。哎呀，这俩人呢，慢点，轻点，五。哎呀，刚才什么降龙十八掌吗？哎呀，大家不要学习啊，五啊。哎呀，感谢萌萌达送来的千纸鹤，感谢。从这儿来，我过，我也会速过嘛，是不是？速过很简单啊，太好了。你们俩都去医院。我过速过来，你穿好。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小心。傻姑娘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对女生要谦让一点。我刚才对，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紫了。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小白飞起来了，你整坑啊！真不是故意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一会儿关了再说。错了，黄瓜宝宝。我为什么是黄瓜宝宝？你站着来。这不是黄瓜宝宝吗？黄瓜大宝宝。黄瓜本瓜。黄瓜宝宝吗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卖一下多好。刚好地出来，是吧？你看这儿，啊，就差鞋了。明儿放心，我给你安排个鞋，行吗？以后你就是黄瓜宝宝，行吗？行，好吧。吓我一跳。没事，黄瓜嘛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大家看得太入性了，是吧？苦瓜宝宝，黄瓜宝宝，这么多黄瓜，你看了吗？陆达兄露脸，陆达兄，看点赞啊，200万吧，200万点赞吧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早点就早点就走了，早点吃饭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我不是吃饭，你天天吃饭，我的天，天天吃，这样吗？大家点到200万赞，然后我可以。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打招呼，一块唱歌啊，说几句话，什么唱歌啊，聊聊天啊，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可以的。对，让他今天那个赞有点少啊，有点难受，心里有点难受。嗯，我需要你安慰我。谁呀？啊，他们。啊，不是我吧？来安慰安慰我，我看看你们怎么哄人的。来哄哄他，他难受，他说没有赞难受，哄哄他。没有赞难受了，没有太难受，你们哄哄我。多喝热水。你们仨什么关系？我兄弟呗，还能是姐妹呀、啊？还是姐妹兄妹吧？我觉得你这能看出来的。这是我的小棉袄。小棉袄。妈，没有，开玩笑。左边是爸爸，右边是女儿。还是懂得自然懂。有请我的女儿上场。大家好，
哎呀，我不想有这么丑的女儿，快上前吧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小白好帅，都看到了，都记在心里。咱们是小白的谜与性别无关，看到了吗？我都融入了这么微妙了，内心融入内心世界。嗯嗯嗯嗯嗯，一对父女，对。DJ 奥特曼，可以跟范乐达结婚吗？可以。不要不要，你太随便了，你太随便，你动一下脑子，你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我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，他说的什么？能不能跟范洛达结婚？可以。哎，不是，那没问人家是男的是女的，你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女的嘛，头像嘛，你看到女、女的，那就可以。太随便了，太随便了，随便。我都三十了，我还挑什么呀？我就是要结婚。太随便了，你不用不得，你可以不挑，但是你得犹豫一会儿。多少犹豫一会儿，你得犹豫一会儿，你不能。我不犹豫，可以。肤浅，肤浅，在爱情蒙蔽了双眼，三十岁还长着恋爱脑，遮住了自己的灵魂，已经不知道自己吃啥叫啥，不是吃啥叫啊，吃什么不吐什么玩意儿。哎呀，不知道什么词儿，爱的守护，看你给我发的，你看。感谢，现在到我们的 KTV 环节 ，KTV 环节，请大家捂住耳朵。想出去就出去，好不好？对，捂着耳朵，闭上双眼。大家想出去的可以出，可以出去了，因为接下来会比较刺耳。Are you ready？ 感谢送的墨镜。范先生准备好了吗 ？OK。1, 2, 3。有请范路达。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终于我恋爱也实现，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非流言万劫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别，一转身就成见。不太会唱后面了，来，来人。传说中你为爱费尽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有点泪分了线。现实里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。再见，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。他残废，只能坐椅子上。对，我是个残疾人，主要是。还有一段，对，还有呢。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终于我恋爱已实现，不用和别人连线。我不怕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。爱情能超越一切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。再见，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。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。
再见，但也不见，心碎了漂亮在海面，你抬头就看见，你抬头就看见，你抬头就看见。好，我真的好好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方路达，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。Nice， 好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《晴天》，是由我们的江先生送给我们的二号麦小姐姐的《晴天》。All ready？ 没有。可以和小白结婚吗？某预言说，私下说，我也想和你结婚。小白磕头。小白他在磕着呢吗？是不？现在磕着呢。刚磕完。要怎么唱？要不会唱，一块唱。啊，我害怕，我是红。还没开始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能不能把它调到小一点的那个？很高。调小一点的，长的，很长的那个。不会调，我先这样唱吧。不找词儿。故事的小黄花，从出生那年就飘着，童年的荡秋千，在记忆时光到现在。一嗦嗦西哆西哆西哆嗦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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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节奏啊，花瓣随声掉落。为你唱歌的那一天，花落的那一天，教室的那一间，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像在另一边，没想到一时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又想想再问一遍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。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，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走前走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真不会唱，就听过。不会唱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忍耐。为你唱歌的那一天，教室的那一天，教室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像在另一边，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？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，等到放晴的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当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
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？等到放晴那天，也许说会长跑一点，已经真正中间一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你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远。唱哭了，唱哭了，我也准备结束了，太热了。再看看留言，再看看留言，在那个什么，能再唱一首吗？能。谁耳朵不想要了？谁耳朵不想要了？我看谁胆子这么大？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小白姐姐好漂亮啊！谢谢。这叫你管这叫漂亮？我为什么要接这么自然呢？哎、傻白好帅。他打错字了啊！傻白好帅，谢谢。啊！最后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，我们。吃饭了，你们也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健康成长，好好写作业，然后好好搞对象。哎，啊，那是说给，啊，来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